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元柚子耳 Studio， 我是 Mikumi， 那上一期的话是那么那么，那上一次我们玩到就是目前是在探索这间房间，然后上一集我们在地下室的那个迷宫里面就是有一道谜题，然后那个谜题好像是跟数学有关，那先走过去。就是这一题1827，那最后一个那个好像就是1的一次方，然后2的二次方，3的三次方跟4的四次方，所以4的四次方得出来就是64。正解。然后我这里拿到什么，得到了一瓶番茄酱。番茄酱可以干嘛，给纳姆吃吗？看一下哦。番茄酱。番茄酱、花生酱、老鼠，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。那我们去下面的那颗大苹果看看吧。他一直笑好吵、哦，有人在吗？礼物，礼物，喜欢礼物，得到礼物，回赠礼物。啊，把我吃掉了吗？送出了番茄酱、花生酱跟老鼠。礼物，礼物，喜欢礼物，得到礼物，回赠礼物，得到了厨房钥匙。我越来越没有头，就是这款关于这款游戏，真的是我越来越没有头绪，它的一些逻辑感，就是我不晓得该怎么讲哎，厨房是哪一间呢、啊？这一间吗？打不开，打不开厨房这个，哦，有一个娃娃哎，然后蛋糕。看上去很美味的蛋糕，不能吗？啊，这跟魔女之家一样都会破掉。这个呢，可爱的娃娃是什么？答对了我走，答错了你走。有50只羊，18只是母羊，11只是小羊，有几只羊有胡子呢？几只羊哦？有几只羊有胡子？52139，其实我不知道哎，全部都有胡子吗？30，答对了哟，我走了，不要抱起我，我乱猜的，带回家，得到了 Yuki 娃娃，其实那娃娃长得有点像阿千嘞，阿千娃娃好可爱哦，格林应该会喜欢，好吧。这个是什么？密码？这密码又是多少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个呢？纳姆开始很兴奋地朝冰箱指手画脚，肚子咕咕叫了起来。想吃东西了吗？好重，打不开。再试一下，用尽全力还是不行。一用力过度觉得肚子饿了呢，不如用现成的料理做大餐吧。当然是骗你的，你猜到了吗？故意装作被我吓到。那么我想想还有什么办法。这个呢，炉台非常的干净，看起来像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人做饭的感觉。纳姆把鼻子贴到炉台上闻了闻，有闻到什么吗？什么都没有。纳姆遗憾地摇摇头。所以他可以干嘛吗？搞火钳。这蛋糕呢？看上去很美味的蛋糕，给纳姆好了。纳姆一口气咬碎了蛋糕。嘴鼓得像仓鼠一样，鼻尖上都是奶油。冰箱钥匙，哎，还蛮容易的嘛。物品，冰箱钥匙。冰箱打开了，得到书房的钥匙。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为什么会有人把书房的钥匙放进锁起来的冰箱里面啊？书房是有多重要吗？回去我先去记录一下哦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刚才玩的还蛮顺利的。需要传单吗？乘第八个，
呦呦 check 啦。最后一间是这一间吧。物品，书房钥匙。哦，一个人。快跑哦！这个人是干嘛的？他就只会在那边吗？存档吗？存档。那个人就站在外面吗？欸，真的欸。好吧，先引用他过来哦。那我再进书房。那个人是谁啊？书房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我只知道很多书而已。人偶绘本上，作者茶三。我是一个人偶，舞台上表演的小丑。我需要为了人们而演戏，因为这才是我被制作出来的意义。为了他们表演各种滑稽的动作，为了他们舞蹈，为了他们的笑声，我必须笑，我没有哭的权利。人偶身上的线厚厚的缠住了我的关节，动作不是大脑发出，而是被线操纵着，被人命令着。但我一次也没有想要剪断这些线。你根本就是每天都在想吗你？我要的不是自由，自由什么的从来就不重要。我觉得人偶有点傲娇欸。中，看到了一只鸟，它是多么美丽的生物，被所有人爱宠爱着，享受着动物最大的权限。但不知足的他盯着墙上的壁画，扇动了开始退化的翅膀。那只是关于外面的一幅画而已，那样的他已经飞不起来了。拖着美丽却厚重的翅膀，被锁链拘束着的爪子，即使飞了也很快就坠落吧。他却一直注视着这幅画。你想要的是自由吗？于是我剪断了锁链，给了你想要的自由。在画前摔成了一滩烂肉，你明知如此，却仍向往自由，我无法理解。如此被人宠爱着，不用挨饿，不用担心一切，只要活着就好，这样不好吗？走着别人为你制定的道路，不用担心未来，这才是我想要的。我不要自由，那是毒药。这些呢？都没了吗？黑暗的森林童话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森林里住着熊爸爸、熊妈妈和一个熊宝宝一家。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有一天，他们不在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女孩闯进了他们的小屋，吃掉了熊爸爸的蜂蜜，坐坏了熊妈妈的椅子，然后在熊宝宝的床上睡着了。我怎么好像觉得我有听过啊？熊一家回来看到乱七八糟的房间，熊爸爸咆哮道，有人吃了我的蜂蜜，而且吃了一点也不剩。熊妈妈喊道，有人坐了我的椅子，而且弄断了椅子腿。熊宝宝哭泣着，有人睡了我的小床，而且他就在这里。他们叫醒了小女孩，小女孩拼命的道歉，于是熊爸爸有了新的午餐，熊妈妈有了新的椅子腿，熊宝宝得到了一个新的皮球。小女孩去哪里了？没有人知道。真的是，果然是黑暗童话。这里呢？这里就没有东西了。话说刚刚那个人偶好像只有真相，爱是给予，给予就是爱吗？匹诺曹之歌。锯开木头，涂上油漆，称呼我为匹诺曹。对我唱歌，为我读书，称呼我为匹诺曹。即使有了名字，我依然是块木头。你给我什么，我就是什么。你给我你的恐惧，我就是你的恐惧。哦，有一封信。嗯哼。嗯？你累了？
累了就睡一会吧，来，睡着了。对了，这封信还没有看，欺骗，莫名其妙，你说是吧？那么，睡着了吗？渐渐的和纳姆依偎在一起睡着了。病娇，病娇，病娇。啊，格林？什么？又在一个黑暗的地方了？没有梦境的梦吗？纳姆？都没有人，没有回音。活该，他的活该是说自己吗？好黑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是要走到哪里去？嗯？到底了吗？到底了，又到底了。还是到底哦？请问我现在是要走到哪里去啊？我又回来了吗？现在怎样？我现在到底在哪里？我现在到底要走到哪里去啊？这边都到底了，就没有办法再走了。真的是，我现在到底要走到哪里去啊？拜托，给我一点，哎，眼睛，不需要灯，物品，哎，灯不见了，嗯。真的是，我现在到底要走到哪里去啊？哎，看到那个东西，这个是之前那个房间的那个娃娃之类的吧？所以这边是有什么东西吗？也不能对话啊。所以我到底要到哪里去啊？一点提示都没有啊！回到洗手间了。确实在家里。梦是那么真实的东西吗？那只狗也是。怎么都觉得不对劲，要不要跟格林说呢？算了，真的是，所以可以走回去吗？所以我们又回来了吗？这打不开，哪里是格林房间的钥匙啊？打不开，不是这一间，不是这一间，可是。如果是梦的话，那梦境里面的东西应该带不出来啊。打不开，真的是莫名其妙。记录需要传档吗？喵。好，先去找格林。格林，格林。算了，哎，哦，本来就这样。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这些话了。所以突然就是突然觉得怪怪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又不高兴了？还不是因为你，还不是因为格林你大惊小怪的。我怎么了？南北公道啊，害我老是会遇到这些什么事情。我还以为是多严重的事情呢，希望没有影响到女王陛下的兴致。
来拿你的奖赏吧，我亲爱的仆人。格林的卧室，第二天，今天是周日，才八点不到。上有锤子吗？没有。所以接下来有什么东西吗？第二天了。话说格林在哪？书房啊。真的？早安格林，你今天起得好早。哼，还不是因为昨晚被你一搅和耽误了工作，只能今天补了。报告完两天交都没有关系。不是谁都像你那么懒。好了，下午去吃早饭。所以，他们家的餐厅在哪里啊？这一间吗？打不开。打不开？这一间？为什么厨房都要上锁啊？格林，我想养只狗。可是我们家已经有猫了，猫狗在一起会打架的。我很想养嘛。狗不像猫，需要活动量。没关系，我每天去遛它。平时好不容易出门也懒得走远的人，就会说这样的话。我们家周围都是树林，整年雾蒙蒙的，还不如家里好玩。并知道想要养什么狗，一般的杂种狗就可以了。知道了，明天下班去看看。可以吃完早饭就去吗？我也要一起。好吧。啊？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出去看看再说。为什么会晃得这么厉害啊？又不是地震。房间好像感觉有点不同。哼，还不死心吗？病娇，现在我知道恐怕你的梦是真的。抱歉，我没能第一时间察觉到，我还以为那只是你的幻觉。这个家被恶灵入侵了。就是你常给我说那些怪里怪气的东西，与其说是怪谈，不如说是事实。这点病娇是明白的吧？嗯，格林说没见过不等于不存在。在你医院就很多这种明明看得到的人，却被当成疯子的病人。所以我们现在得赶快逃出去，不然被杀掉的。哦，这个人好帅哦。好啦，我觉得因为他有点，他长得有点像阿静，所以我停下来脚步。好啦，好，我们今天逃出去啦。打不开，锁住了。那家怎么办？这里还是被锁住了。所以，那边有一只会动的兔子。这里呢？打不开，被上锁了，哪里都被上锁了。是要怎么逃出去啊？打不开，又打不开，每天都打不开。嗯，打不开，打不开，这种雕虫小技，不是有钥匙吗？物品，这期是要怎么办啊？什么时候上锁了？明明什么都没有写，开始用了，所以上锁了。密码是？怎么可能告诉你？奶茶已经喝完了。钟摆里面的东西，杰西没有用。娃娃、美工刀、日记，哈，怎么可能？这个呢？格林工作用的，没有兴趣打开。这是什么？好可爱，一个娃娃，是拿刀的武士吧？好，话说王在哪里见过？反正我没见过，下次来一个格林的。想也别想。土方手办，什么东西啊？无聊的小玩意儿。
学姐，你帮我选的衣服怎么了？这些呢？格林为什么要当精神科医生呢？有趣，倒也是，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了。所以我想弄明白。哎，原来格林喜欢研究疯子，疯狂也不过是某种程度精神状态的放大而已，应该说比普通人更容易观察吧。原来如此，格林好敬业。格林啊，这个一样了。所以我接下来怎么办？就是都关起来不能走啊。现在不是想坏主意的时候，我在想什么时候开始抢占了这里呢？八岁，从小格林就对我百依百顺的呢，谁叫你是我妹妹？如果不是妹妹呢？你就是你，你们是兄妹，这是我今天听到最 shock 的一件事了。画中是被摔烂的狗，摔得还真凄惨的。淡蓝线的墨，火中的女人，十字架的男人，十字架的男人，打不开。铁丝没有用，所以我现在怎么办？它全部都锁起来了，我要去哪里啊？打不开。打翻的红酒看起来像血，当心脚下，别把自己弄伤了。行，割到手了，帮我舔干净，自己想办法。啊，手冷的时候热水淋最舒服了，可惜现在没有水。当然，格林最温暖了，这就是你不买暖手袋的原因吗？可以从这里出去吗？不行。这里呢？打不开，有密码锁。奇怪，家里证明就是你自己的家里，会不晓得自己家的密码吗？我生气了，这家是怎么回事？好，先出去了。记录需要存档吗？喵。要要切克闹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希望大家喜欢实况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点个喜欢。想要接收到最新的影片资讯，可以订阅 YouTube 频道。有任何意见，欢迎留言在下方的评论板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